Hey, 大家好啊，呢度系 Vivi 一个购物中心啊，啲铺头都开翻晒喎，好犀利喎，好过 Toronto Scarborough 嗰啲啊，可以入去购物，不过就要戴口罩。兜一兜睇下，女士最中意嘅 Winners， 啲大公司賣剩啲貨尾就嚟呢度銷售嘅，呢度係靚貨平價靚貨嘅集中地，呢個招牌。兜嚟睇下，我唔会入去啊！喺外边兜个圈睇下啦。隔篱咧有间卖啲床上用品啊，呢间床上用品啊，床上用品 JYSK 唔识读啊呢、這个字啊，因为冇响音。呢個 RIO can 咧係商業出專門出租嘅公司嚟嘅 ，which 啊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。Kitchen stuff plus 開啊 ，open 曬！哇，呢間啊肯定好嘢啊，好多少女喺度排曬隊，又賣家居用品，因為佢人數限制嘛，譬如唔俾入邊超過50人啊、100人啊咁樣。咁啊，而家佢飽和咗咧，就幾多個人入就幾多個人出翻嚟。成個月啊！而家啲人咧又恢復翻嗰個熱情啊，出嚟購物熱情啊，好厲害啊！我等呢架車騰一陣先，因為有架車喺度。好啦，我直接駛過去啦。前面橙色嗰度 Home Depot 嚟嘅。冚啲鋪都開啊！唔使網上訂訂嗰啲物質咁慘啊！而家我相信呢個情形咧，一路好落去嘅會，因為而家已經接近3月啦嘛，越嚟越亂啦嘛，同埋又弱啦嘛。好了，我而家翻翻嚟 Winners 呢度。
呢度有間 Petsmart 啊，陣間會入去睇一睇啊，影翻些少嘢俾大家睇。Petsmart 啊，呢個滿載而歸啊，呢位先生。好啦，去 Home Depot 門口裝下啦。